这两个娃去了学校，我们两个就没啥事了，感觉。老头子找点事干呗。我钓鱼去。去哪钓鱼？小溪里面。走，陪你去。我可以陪你一个小时，两个小时。不需要你陪。嫌弃是吧？我都不嫌弃你，我把骨头断了，我都没嫌弃你，你还嫌弃我？我嫌弃你。钓坐一会儿，钓不到叽叽呱叽呱，吵死。走去看一下呗。姐姐。走，我买个两斤瓜子，我绝对不吵你。今天陪我老公来一起钓鱼，看能不能钓到鱼，改善改善伙食哈。我看到我小宝的学校了，老二买的地方哈，就在这里是吧？看这一片野花，好多蜜蜂。这风景还可以，坐了有半个小时吧，就上了两条没满月的。那没鱼在里面，你怪我。那没就走吧，别晒了。来的都是没满月的，你要人家干啥？积少成多。你记着，那没满月的也没法吃啊，那么小，牙缝都不给塞。好，我再等你一会儿哈。老公今天钓的鱼大不大？今天中午就吃他俩了。不是你去我走，我何止钓这些鱼？没有了呀，你就钓这两条都没了呀，不上货了。走，回家。看就烦你。烦什么？为啥？我下次还要跟你来。不要来。来。没耐心钓什么鱼？我主要是没拉瓜子的问题。有瓜子，你看我烦不烦你？走，睡觉，做饭喽。下午我再带你，别扔。下午我带你来，下午我再来。我不要你跟我来。来来，真来，我下午来绝对不吵，放心。气死了。回家。这是我老公钓的鱼，今天中午给他安排上，到时候他要吃，我把他油炸了。好多呀，这鱼。就这两条鱼，还让我给它腌一下。我在想，这个还要不要给它杀一下、清理一下呢？鱼，鱼，哎，你还挺精神的。最大的一条，这么大，我去给人家清理一下。就这两条。我就这两个给它炸了，让它吃。哎，腌一下。腌的差不多了。起锅烧油炸，这点油应该够了。一个不小心炸过头了，不行，来我们吃饭了。这两条鱼就给你爸爸留着哈，这你爸爸今天钓的，你要吃吗？尝一条，想吃啊。你爸爸要塞牙缝的。
我老公又看油热，一会儿，我们先吃了。我去看牛回来了，还一条嘞，你儿子吃了，哎，弄少了，搞多一点，这样咋好吃，让林晨吃，赶紧掉。